圈，心中有着变迁，与心之魂交叠，方解彼此心结。情定于年少时一见，两步一歇曾渡一劫，我要往故里风化雪，盼与你共度云和月。月明前几道光边疆，谁在等他浪迹天涯，火花石片花前月下，尽了真假风貌年华。回不得那段路，走过多少个年度，拨开了重重的迷雾，布满荆棘的路途，流星划过了夜幕，随便琳琅又满目，是谁在翩翩的起舞，化作泡影抓不住，抛开了爱恨情仇，随波逐流，流星唤醒幻梦，有谁的预谋，恍然念那温柔，在他胸口洒星辰，琉璃纸般装进他的双眸，倾听于年少时一见，两步一歇曾渡一劫，我要往故里风化雪，盼与你共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弟弟不放心你。放心吧，姑身边有护卫高手盯着呢。盯着哥哥的，怕不只是护卫高手吧？回去吧。你要保护好自己，接下来为父行任何事情都要以徐家为重了。爹，女王三思。阿甘，你是否在质疑我的决定？我们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，不必来趟这趟浑水。既然衡山公来信说希望我们助他一臂之力，那本王也想凑凑这个热闹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阿不魂的谏言算是说完了。我们铁骑脚程快一些，说不定能堵上许二将军。哎呀，你们远道而来，多谢多谢多谢兄弟。义不容辞。姑爷，大哥，姑爷，哥，姑爷，平西侯、天阴侯、江北伯，还有各位藩主，姑爷已经恭候多时了，里面请。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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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门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朱管家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让开。少爷得罪了，老爷吩咐过要看紧您，明日之前您哪儿也不许去。大胆，竟敢拦着我！你，少爷，请不要难为小的。张玉，少爷，今日还未向母亲请安，若是问起，就说我身体不适。是，少爷。姑这几日一直在做梦，事情发展到今天这步，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吧。无论三叔在谋划什么，我都希望长嫂和简月没有搅和进去。哥，记得幼时我们特别喜欢比赛爬乾元殿外的阶梯，因为这事没少受先主的责罚。Thank you.
是我最后一次玩游戏了，明日我就……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明日是你册封礼，以后你便是世子了。就算我哥当了世子，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。我父亲说，以后锦云哥哥是主，锦月是臣，君臣有别。你保证，即便是世子，是城主，都不要变。我保证。姑曾经向你们保证过，这一切都不会变。可是现如今，却食言了。公爷，徐帅来了。公爷，徐帅，你总算来了。公爷似乎并不意外。徐军将军的事儿，老夫甚是遗憾，而且我也未能够及时调研。公爷曾提点，为官为臣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变强，或者依附强者。那徐帅今日来到衡山公府，那就表示和老夫站在同一战线了。怎么说都无妨，本帅只知道如今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那另外呢？毕竟他们情深意重啊。小女已经回到徐府了，公爷勿需有虑。好，家人是我徐鼎的底线，杀我儿者必诛之。徐帅有何计划？九门原来是君儿把守，守门将士对我们徐家忠心耿耿。如今有我在，公爷的大军要想过去，可以兵不血刃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徐帅能有条件，老夫也心安了。等大事成了以后，第一，公爷必须为我徐家证明。第二，保全小女。好，好。城主，不好了！衡山宫的叛军已经集结在城外了，还有什么？徐帅也向衡山宫倒戈了。没想到，竟比我预测的还要快。通知群臣了吗？通知了。你先去趟乾元殿，看看都有谁到了。我还要去趟慈安宫，儿臣不孝，此番兵行险招，恐怕要惊扰母上了。城主，不必顾虑，大可放手去做，这里还有老身呢。禀城主，院内女眷已会到慈安宫，护卫军也抽调人马过去了。禀城主，衡山宫直逼大殿而来，江北伯占领了城门，平西侯、天元侯的叛军已经围住了静安城。将士听令。
此番前去，定会被我兄长讨回清白。 还有两炷香，许玉，胡囊，你来了，我岂能不来？我来看看你。 景明，你会怕吗？不怕。哥呢？自打哥哥登基之后，心中就没有了害怕二字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太卜，你怎么看？城主，乃天命所向。 今日成败，全系不一二字。
老夫没来晚吧？三叔，你归藩归迷路了吧？黄口小子，老夫懒得理你。你稍安勿躁。萧景渊，你我叔侄一场，老夫不想为难你。正因为是叔侄，三叔，姑再给你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。悔过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说此等大话，真是自不量力，不知死活。逆贼萧齐，还不束手就擒吗？难道你要数典忘祖，一笑天下吗？哟呵，太成你也在，你现在就是柴火上的鸡鸟，沸鼎里的鱿鱼，大难临头还不自知吗？哎，裴红，你就少叨了两句行不行？有这精神，你赶快替萧景云把他那诏书好好润色一下。三叔止步。你我之间现在的距离，就是姑最后的底线。老夫倒要看看，你是如何守得住这底线，如何守得住这乾元殿。是长嫂，无奈命由天转，天赋我这变迁，与心之中交叠，方解彼此心结。情定于年少时一见，两步一歇曾不一解，我要往故里风和雪，盼与你共在等他浪迹天涯。徐帅，夫人怎么能在这儿？我是大圣的夫人，自然是来守护大圣的。哼，守护你大哥尸骨未寒，你就已经把大仇给忘了吗？我要是逃过一劫没死呢？你没死？徐将军，你死了！哎呦，你死了！徐帅，玉儿。其实大哥他并没有死。怎么可能？什么意思？我早就料到衡山公会刺杀他，嫁祸于我，所以我就让江棠跟着他，给大哥服了归西丸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是假死。瞒天过海，包括您手中的令牌，也是我托甄熟人给衡山公送去的。那大哥什么时候会醒过来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只要过了正午，再有三炷香的时间，大哥就会自然醒过来。徐鼎，你本帅只答应你为你开九门，可以闭目血刃，但是我没有答应过你陪你造反。如此看来，今日这是一则请君入瓮。要你多嘴，老夫是傻子吗？衡山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城主为什么强令你归藩？自然是因为城主有徐家支持、太城支持、呼纳支持。还有千千万万忠诚义士和老百姓的支持。重要吗？
为了今天，老夫谋划已久，你们以为没有徐家你的支持，老夫就不行了吗？哼！以老夫的势力，即使你们的护卫军和你们几个人，都挡不住的。报！报公爷，徐彪领着徐家军，连同一支精悍的北境骑兵从外面突来，将士们已经抵挡不住了。什么？投降者皆可从轻发落。不行了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三叔，这是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。好，甚好。哎，父亲，灵儿，你让开！父亲。你已经输了，收手吧。收手？老夫今天非得拼个啊！父亲，父亲！你若非要执迷不悟，就从孩儿的尸体上踏过去吧。然是君臣两相宜，最为致命。公爷，馒头虽然素了些，但还热乎呢。是啊，公爷。您敞开吃，我与朕配侯。不饿，不饿。老夫也不能太过自私的，对吧？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馒头吃呢？啊，嗯，啊，你好，嗯，
此行虽然是流放，但是老夫放下一切之后，这心情立马宁静平和，一点难受都没有。但我难受啊。下官也有同感。父亲，孩儿来看您了。父亲，孩儿给您带来了酒肉，一餐饭，一斗米，十斤肉，这都可少不了。来呀，慢点。金大哥，唐妹妹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快来尝尝陶老板的糕点，如今这可是金安城的名特产。哎，我听说你把二楼改成了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雅阁，这寻味楼的名声一下子就传开了。那可不嘛，文人的嘴跟笔可是我宣传的利器呢。那你可得好好感谢一下淮安新心子，让他多动动笔。好吃。新竹呢？哦，姐姐她有了新的灵感，正在楼上收拾包袱呢，准备去采采风。哦。新竹妹妹。玉姐，表哥，别来无恙啊。我还担心你妹妹的性子都不辞而别呢。你都说了要来践行，我又岂能辜负了姐姐的美意？以后呀，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回家的路。放心，我可舍不得让我夜华宫落灰。对呀，我们会常回去看看的。哎呀，你们姐妹之间感情倒是好，感觉回不回去跟姑的关系也不大呀。嗯。其实也还是有些关系的，毕竟现在内院是我们第二个娘家嘛。如今看到每个妹妹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我很是高兴。但是我总觉得心里好像缺了点什么。当然是缺我啦！哎呦，五叔兄长，你那真淑人干脆改名叫真难缠好了。我好说歹说还不让我自带酒水呢。公爷。如果我的客人都像你这般厚脸皮的话，那我的寻味楼怕是坐不久了。今天这酒可跟平时的不太一样哦。好好好，每次都有你的说辞。平儿，我们就不打扰他们道别了。嗯，这是。明明是家宴，人人都能喝酒作乐，偏说小孩子喝不得。这样吧，我们把酒埋起来，等长大以后能喝酒了，再把它拿出来。对，锦玉哥哥说的对，我们总会长大的。嗯，这个方法不错。等那一天一起喝，说不定更有意思呢。这个方法也不错。那王八赶快挖吧。长大后的我们，静长大后的我们。等等，小世子，姑的酒量都被你给练出来了。
表姐怕是对这酒有点陌生哦。先主立储那天晚上的家宴，我们刚偷了两坛酒回来，还没喝呢就被你给举报了。如今我们真的都长大了。是啊，景月哥走了，去找我三叔去了，最后还是没有喝上这杯酒。你也为了创作采风也要走。长大不就是这么一个学会告别的过程吗？那你何时再回来？待明年花开之时，定是新竹回来之日。敬诗人。敬诗人。干杯。干杯。徐悠然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嗯，这兔子怎么那么面熟啊？自从夫人有了身孕以后，便对兔毛过敏，因此将它放在我摘星阁。那我也摸摸。你有空照顾兔子，没空收我为徒。公爷，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历代太捕只能收一位徒弟。而且只能收垂髫孤儿。你说你都已经出门了，收徒的规矩也可以改改了嘛。况且你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徒弟，一直都是一个人。公爷，天马上要黑了。天黑？这大白天的。天狗食日。危险！兄长长嫂正在荷花池散步。哎！这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当心脚下呀。走。城主你也太过于小心了，妾身这可是有功夫在身。你别碰着他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怀有六个月身孕的人，一定要当心，当心点没有坏处。嗯。哎。说什么来着？差点就把他漏下了。哼！走，慢点啊！等等，这有个坑，走这边。啊！坑我妻儿！哼！走。城主，你真是过度紧张了。城主，哼个曲儿给我听听。古堂堂。这人多眼杂，等回去，姑亲自唱给你听。不是我想听。啊。是宝宝想听。这。哎呦，他想听。是吧，宝宝？嗯，嗯。洋洋吃野草，不吃野草怨我倒，不怨大儿闹，咩咩咩咩咩咩，不怨大儿闹。停！你这样，宝宝都要被你吓到了。醒了。哎呦！他踹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脚劲儿，比你还大。你如今当城主了，怎么一天没个正经？姑不是开心吗？心疼你啊。你心疼我啊？嗯，那城主帮我生呗。
你看这池中的荷花，亭亭净植，含淡如玉。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，他一定随我，就叫他萧敬亭；如果是女孩子的话，那一定随玉儿，就叫他呆头鹅。你，吴都，在。你说说，这是城主起的第几个名啊？回禀夫人，吴都挨个记着呢，这是第168个。168个不多呀，等宝宝们一个一个下来，这名字都能用得上。一个一个下来，宝宝们。哦，哎，但姑后来想想还是算了，五个男孩，五个女孩足矣，十全十美，这是姑对玉儿最后的期许。10个孩子，你当我是猪啊你？你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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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生。玉儿，你我二人一路走来，实属不易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最开心的莫过于家人的陪伴啊。3年前，那个请君入瓮的计划，城主你把大圣和性命都交到了徐家的手里，但是你不曾疑心过徐家吗？如果要是经不起衡山宫的诱惑，倒戈相向了怎么办？不曾疑心，一刻也不曾疑心过，一刻也不曾。你我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
启明，嗯，看孩子，扶起来，看孩子。啊，呀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看看爸爸。医生说生产很顺利，可以适当下床走动，有利于身体恢复。哦，眼睛像我，鼻子像他，嘴也像我，长大了肯定可爱。哎，嗯，哥，玉姐，啊，那个歇会儿吧。哥，你还好吗？等你长大了，你就全明白了。为了孩子呀，一切都值得。哼，你放心啊，我保证会给你保密的。我保证不会跟别人说你陪产的时候晕了两天，而且还被吓出了胃抽筋。听到了吗？保密啊。啊，对了，啊，赶紧把我给孩子取的那几百个名字都拿出来，咱们再挑挑。你这名字都想了半年了，还想不出来？哎，招妹，哎，这个，肖招妹，这个名字我喜欢。哎，那是个男孩的名字。哦哦，男的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，啊，肖亚玲，这个听上去不错哎。啊，嫂子不就爱菊亚玲吗？我喜欢，是吧？你这瞎胡闹你！我认真的。肖锦明，你信不信我打你啊？我好想被打啊！我打死你，小姐妹！你，我打死你个兔崽子！哥，我开玩笑的。嗯。哥，你过来。我开玩笑的。哥。老婆，打我！打我！见到你。